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肩膀疼痛是很多因素引发的，像肩周炎、颈椎病都会导致肩膀疼痛。像晚上睡觉着凉，或者是白天劳累，也容易造成肩膀疼痛。现在人受到工作和学习的影响，肩膀酸痛的人群日益增多。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动作来改善：一、双手擦颈，先以左手从上向下连续按我们的颈部，每按10秒为一组，连续按8组。再用右手按8组，动作一定要轻柔，按摩的力度要持续增加，先左后右。二、左顾右盼，头先向左转到极限处停留10秒，再向右转到极限处停留10秒，这个动作连续做8组。三、前后点头，头向前伸到极限处保持20秒，然后再向后仰持保持10秒，连续做8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